我是野俊，最近肺炎的关系啊，股票赔了超多钱，想到就心痛。叶以俊弹吉他，你现在收看的是叶俊的 Lick 教学单元。还记得以前的那个一分钟 Lick 教学单元吗？对，就是那个背景有很多很移花、莫名其妙东西的那个一分钟 Lick 教学单元。现在呢，我想把形态稍微改变一下，我想多花一点时间在讲解技术层面上面的操作。那理论上面的建构呢，以及就是我心中的想法，还有就是说这些乐句可以在哪些地方做更多的延伸应用呢？我会把它非常有条理的整理在我的会员频道专区里面。所以对于想要学习更多进阶内容的朋友们，非常欢迎你支持我加入我的频道会员。我每个月都会固定的更新，里面有非常多我个人练习的很多绝招哦。那今天我们要介绍的乐句是一个建构在 C 小调上面的251 minor 251的一个 lick。 那我先简单弹一次，最后我会再跟着我自己做的一个 backing track 啊，一起 jam 一下，让你听一下，就是说它在实际上的演奏听起来的感觉，还有可以怎么样应用这样子。OK， 2 3 4。好，这个乐句首先从一弦的八个 C， 然后连续做两个 pull off 到 B flat， 像是这样。好，当然你要这一开始要不要这个 slide， 随便都可以，看你。好，再来二弦的九个 A， 然后六个的 F， 三弦的 D flat， 这边我做了一个 slide， 所以第一个前半段会是这样子。所以看到 minor 就可以靠这个句子。好，再来我弹一个 major 7的声音，我弹一个 A。为什么说它是 major 7？ 因为其实我是以 B flat 来看哦，所以会是再来 A， 然后再来是 B flat， 再来 C D flat E flat。这边这个 hammer on pull off 也是看你啊，我自弹我自己的 groove， 你不弹 hammer on pull off 也 OK， 直接过去也可以，像是这样。或者是可以这样子，好，然后再来 natural A F E flat D flat， 好，所以第一个和弦合起来会像这样子。好，当然你可以用 slide 进来，我们让它 swing 一点 3 4的。好，再来第二个声音的话呢，会是一个 minor 7 flat 5 的 arpeggio。好，我分别弹奏 C minor 7 flat 5 的 arpeggio， 会是 C E flat G flat B flat， 然后再做一次。好，再来。好，再来下面呢，下一个 chord 是 F 的 alter 啊，所以会是。好，这边会是 A flat， 然后 G flat 到 F， 再来 D flat natural A A flat G flat A flat F。 好，当然你要可以，我习惯做一个 hammer on pull off， 这也可以了，好，或直接过去也可以。说真的，我在即兴的时候其实没有一次一样，但是大概那个形状会是这个样子啦。好，最后我做一个跨弦到 C。 好，现在我跟着我刚刚录了一个很简单的 backing track 弹一次，和弦分别会是 C-7 flat 5 F alter B flat minus 7或 B flat minus 3都可以。 1 2 1 2 3 4。
好，以上是今天这个 lick 的实际应用跟怎么样弹奏的详细教学讲解。如果你觉得我的 lick 教学单元对你有曾经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的话呢，更欢迎你加入我的频道会员，里面有更多延伸阅读学习的内容哦。也欢迎你过来我好学校的线上教案课程《吉他伴奏大全》。如果有任何学习吉他相关等等等巴拉巴拉的问题，或者是器材巴拉巴拉的问题，也欢迎你都在下面留言哦。有想要练习什么样的 lick， 什么样风格的乐句，更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。叶君的 lick 教学单元，我们下次见。快去加入我的频道会员，开启小铃铛，订阅我，追踪我的 IG。